哪儿去了你？我去买块买点水果，总不能空手来吧？阿姨，你好。妈，我给你介绍啊，她叫赛小花，是我女朋友。哎呀，小花，阿姨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照顾您是我跟尤亮应该做的呀。您放心。 如果跟尤亮什么事儿都能解决，您就安心养病啊。看把你说的，好像你们都成了超人了。呀，妈，你还知道超人呢？大美，怎么了？火急火燎的。之前借你的那笔钱，能不能先还给我们呀？这么急啊？ 尤亮妈妈生病了，送北京来了，得做手术，手术得10几万呢。我们现在账上就1万多块钱，人押金都不够。好的，我想想办法。那得快点啊！明天下午6点之前，我们必须办住院手续。我知道。好。哎呀，那个小花啊。 手挺粗糙的，经常干活吧？小花啊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，特别勤快，店里家里都离不开她。哦，她做饭还特别好吃。嗯，看样子啊，他们家条件也一般。她家是四川的，她妈妈是小学老师，她爸爸在邮局工作，他们家就她一个孩子。 他在北京念的大学，毕了业以后也没离开。看起来，他也帮不了你太多。妈，他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要不是他的话，这个店开不起来。你就这么认定他了？那找媳妇儿不就应该找这样的吗？小花做人又不计较，又漂亮，又聪明，又风趣，还特别会照顾人。 我还怕他看不上我呢。我儿子，啊，要模样，要人品，要学历，哪样差了呀？妈，在你眼里我就是最好的，是吗？你说呢？我去换水啊。